好不好？来个猫眼螺。哇，这么大！再来个虾，再来个八爪鱼。哇，又做这么一大锅啊！只要你喜欢吃的，我天天我都做给你吃。哎，老板，老板，先别吃了。又整这一锅，这么豪横，家里有矿啊。大哥，咱家没有矿，咱家有船，一包海鲜才几块钱呢。真的假的？那你给我来200块钱的。200块钱你吃得完啊？200块钱还有多少？不就才那几包啊？在咱们家一招都用不了，等一下还要找你呢。听我来，给你介绍介绍哈。来，老公啊，先别吃了，快给大哥介绍介绍。好。上才艺。大哥，这个是咱们家的扇贝肉，三包大个带黄扇贝肉，三包鱿鱼脖，每包400克，两包这样的深海章鱼须，两包乌克乌尼沙的花甲肉，再来上两包这样的春王肉。等一下。今天给咱点红心的朋友再送两只黄金熬包肉，能送吗？送，满满一大箱，一共14包，只需要2个酒，还给您包邮呢。哇，这么多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